这边就是长滩岛的 Calispo， 饭店，小小的，双人房，mini bar。mini bar 里面这些要钱，对不对？要，然后水是不用钱，对，只有水但只不有用第钱。一天。例如，圣米盖尔，水不用钱，mini bar 的要钱。电视，对，不错呢，还三星的床算大床了，窗户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海了，底下就是辣妹了，那边就海了，外面就是沙滩路。说大不大了，够用了，好，真是够用了，对啊，很瘦。简简单单的，没有浴缸，这样一晚说台币1000多，1000出头而已，台币1000出头，很便宜，算很便宜吧。很便宜。有一个躺椅，都脏脏的嘞。OK 啦，1000多块这样子 OK 啦。就是 CP 值还蛮 OK。外面就沙滩路了。对啊。在 S3，这边在 S3。哦，大概就这样子。